那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举办免费的演唱会，吸引多达160万人到场，现场密密麻麻，气氛嗨翻天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是李玉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